小故事过去，粉对粉食物过去，是，对，因为我澄清的很麻烦啊，我还要去请拖船，还要引水，啊，我后来我还要收钱，而且他们是有时间收的。哎，下面有些船真的是我就不进来，然后我直接从里面派人出门送出去，这样子比较快。没有，然后等他看起来应该是大船，到我们开在那边这样子。好，那像我们右前方刚好有一艘渔船要出去喽，我右前方有一艘小艘的渔船准备要出去了。他应该是要去捕鱼的，大小的鱼。现在进来的那一艘是领导员的船，领导，因为领导员从外面那边上去之后，他的船会先进来，然后到里面定位等他。对，就领，对，我们领导员刚才坐着这艘小船到外面之后，人就上去了，他船另外的人就把开进来在里面等，这样子等。对，我左手边这个红橘白色这一块就准备要跟他去做了。哎，怎么了？Thank you.
一边吃一点或一边吃一点货。哦，大葱在讲。这个其实还是会有点困难，时间会拉得很长。其实还是会跟所谓的掌控会有关，因为高雄掌控这个反而是它的潮差小，就传媒这个孩子里面会掌控会很大，因为高雄掌控这个潮差就很高，只是像台中掌，台中掌控不是东哥，它就上广告。而且他们在提的时候也很麻烦，因为你潮差早上跟晚上都水平不一样高，然后就变成你的那个船上的工作人员要一直去每个小时都要去解释细节，这其实很麻烦。然后人力啊也会是个很大问题。哎，所以大家为什么不喜欢进去那个台中港上公司他的潮差？所以这次还是跟你说，进口气就比较难。哎，都变化都不变化，然后跟早上上班其实跟他的潮差有很大的。很少很少，我自己在拜访的时候很少遇到这种，所以大家真的，而且都是在。